三个是曾经有生命，他死了之后变硬。演艺圈的奶沟，考古学家研究的东西。你出去。请讲。哦，三个字。演艺圈的奶哥。叫什么？你是因为他吗？其实是他们四个都讲得很好，都讲得很好。对，就我这个是最离谱。以轩形容的贴切，怎么会这样形容奶哥啊？最贴切。